它吃的东西好可爱。你给它吃东西，它会剥壳。好可爱啊！它不会剥壳。它不会剥壳、啊，因为它嘴巴太小了。它不会剥壳。啊，这次它又拿走了。你想第二次丢太多？它不会剥壳。好担心，它想换壳。你看，它剥，它现在先剥壳，它吃。它去楼上，去楼上慢慢吃。哎呦，它整个跳过去，身手矫捷，号称飞天鼠之称。它楼上慢慢剥了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只、啊。哎、欸，它会剥哎，你看它上面剥了嘞。哇，好多只哦。它上边还有一只。它上去剥了。我已经看到四只了，好多。哎、欸，它上去剥了，它在这边不好意思剥，是太多人看到。它怕人家刚刚抢食物，越来越多只过来了。哦，像猴子一样，你看上面也有很多只，你看一直在跳。嗯。